佳佳，也不用你避讳，我想跟你妈妈多说一句话，希望你理解。佳佳，但我首先要告诉你的是，这一生当中，你妈妈是最爱你的人。丽媛，我跟了你。 也就是我们生活了这么多年，要说一点感情都不存在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但是我现在终于明白了，爱情应该是纯粹的，不应该掺杂任何杂质。 就好像我和安静当年的感情，你可能不知道，安静在我这心里头，始终是一个结。但不管怎么说吧，我很感恩于这么多年你对我的关心和帮助，尤其是在事业上。 在我的思想和见解上，对我的提升，不然我什么都不是。唉，当然，我很快就真的什么都不是了。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吧，不知道我们多少年之后才能再见面。但当我们见到的时候，希望你给我一个机会。 你的意外出现，让我这个女强人忽然觉得生活有了希望，有了憧憬。我真是越陷越深，我无法自拔。我们对这份情感奢求的太多，老天爷给了我们最好的时光，但是我们没有好好珍惜。如果可以继续这份情感，我会重新界定我们之间的关系。 小宁，上来啊！哎，慢点。
姐，你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啊？今天商场打折很划算的，我跟墨轩还有安逸买了好几件衣服呢。没给自己也买一件啊？我这些旧衣服足够穿的，而且我现在在陪墨轩做康复训练，可得省着点。还有安逸啊，现在长得一天一个样子，衣换衣服可快了。姐，你真是变了啊！以前上万块钱的衣服，一个月能买好几件，现在居然连件打折的衣服都舍不得给自己买。打住啊！你要是可怜，我就千万别说。我现在每天很忙的，我要工作，要做家务，还要陪墨轩做康复训练，还要照顾安逸，每天过得很充实的。看得出来，快乐这个东西吧，真的没有办法伪装。你真的挺快乐的。哎呀，经历过这些年的波折，我总算是看清楚，如果我当初跟蒋大伟结婚，那我和他的婚姻就好像是一件金子做的衣服，虽然看起来华丽，可是穿起来却是又冷又硬的。而我和墨轩的婚姻呢，就像是我刚刚新买的小棉袄，虽然简简单单，可是穿起来就舒适温暖。姐，我真替你高兴，希望你能一直这么幸福下去。我也希望你和天明能够一直幸福下去。我们俩可就没那么好命了，我那个西点连锁店吧，它虽然生意好，但每天也把我累个半死。以前我们俩还想着没事出去旅旅游，现在两个人觉都睡不好。你看这叫什么？穷有穷的潇洒，富有富的富累嘛。下个月就是咱们姐妹俩生日了，我和乐乐会去姐妹市场拍照。你这个女老板大忙人，有时间吗？放心吧，没时间我也去。一言为定。嗯。哦，乐乐，你小心点儿。你看这三棵树，他们在这儿啊经历了很多风雨，可是他们相互帮助，相互扶持，相互依偎，现在啊长成了三棵大树。啊，我知道了，妈妈说姐妹之间要相亲相爱，我说的对吗？真聪明。嗯，什么都懂啊。好了，水来了。看谁来了。爸爸来了。阿姨，给你的，拿着，用水浇这个小树啊。那我们第一个先给哪棵树浇呢？先给妈妈树浇水。嗯。因为妈妈说了，你妈妈对我付出不多。来，乖，先给您妈妈树浇。都浇到树干上了。是呀，好，那接下来给哪棵浇呢？接下来再给我的妈妈树浇水。妈妈我爱你。真乖。嗯，来，这棵是妈妈的树。好了，那最后给哪棵树浇呢？最后再给我的小姨树浇水。哎呀，终于轮到我了，宝贝走。哎呀，浇水。小姨，祝你早早给我找个小姨夫，还要给我买花裙子和巧克力。要是你不算数，就是小狗。哦，那我就是小狗了。走走走走，来抱抱抱。妈妈，你什么时候给我送个姐妹书呀？等将来啊，你宁妈妈还有小姨给你生了弟弟妹妹，妈妈就带你来这儿种上新的姐妹树，好不好？宁妈妈，你什么时候给我生个妹妹呀？快了快了，再过八个月吧，啊，你就会多一个弟弟或者妹妹了，好不好？八个月？什么？二姐，你有了？刚去医院检查，已经四十多天了。哇，太好了！如果真是个女儿，阿姨就有姐妹了。对啊。